his family cookout challenge. At first, we were a little worried about the response. However, you guys have made our day. 这是呢，三周末第一次，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的亲子厨艺大作战。 感谢各位的热烈参与与鼎力支持，为此呢，请各位参赛者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专程来到这来观赏我们的厨艺大作战。为此，请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一个热烈的掌声。Thank you so much, everyone. Now, what is the criteria for participation in this challenge is that the members have to be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one way or another. 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所有的团队、那团员们呢，都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戚关系，也可能是夫妻党上阵。今天呢，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的话，大家就不会有这么丰厚的奖品了。为此，请大家给个热烈的掌声，我们的牛头牌，谢谢他们赞助我们品质优越的各类厨。